我参选到底。大炮署长重出江湖，杨志良要许国民党一个 A 咖总统参选。我自己不认为 A 咖，我怎么会出来？2016国民党不会赢。照目前这样子，很难赢。但是也许我出来跟小英对一下，可能我会赢。自称 A 咖对决小英，胜算最大。但真想赢，得先把国民党整死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把他搞死，他就会生。所以我目前没有考虑脱党。秀出高龄53岁的党证，杨志良强调他不脱党，5月1号准时领表，不过不带保证金200万。200万是大学教授也算中高收入了嘛，是要21年半的薪水，最起码95%的党员呢、都被排除在外。我请问嘛，我请问这样的一个党的一个初选的办法，有任何意义吗？是不是他们有另外的？你们自己去填空。选个总统领表要缴200万，登记领回后还要再缴700万作业费。杨志良放话，没钱只带20万，冲撞党内体制，挑战游戏规则。杨志良的套口